那我们就来看看年轻世代玩什么好了。年轻世代的话，我可以讲一个，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很无聊的传说啦。小胖老师那边有那个纸娃娃借我。对，纸娃娃，我们小时候妈妈都会说什么？纸娃娃到了七月的时候要把它全部都收起来，因为那个头会有那个是不是？对，会有出来，然后会断掉。我们小时候有没有？然后。可是我觉得我真的要推翻，我觉得那是以前哈妈妈想要省钱，就是怕我们把那个纸娃娃的头弄断呐。对，因为你看那个纸娃娃这边，它就是这样子，你把它剥下来有没有？然后纸娃娃就给它自己穿衣服。然后我一直到了我女儿的年代的时候，我发现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已经很流行到是用贴纸做的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贴贴纸，然后你可以帮她撕下来，然后换衣服。然后到我女儿他们的年代，你看哦。我有玩过纸娃娃，他们的年代已经变了化妆盒，哇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帮娃娃然后化妆，然后甚至于我觉得厉害是眼球都可以自己贴，然后还可以帮他化妆哦，所以我化妆笔还有粉饼，对，还有粉饼，然后还有这种，然后每一本都不一样，各式各样，你可以自己涂颜色，然后甚至于还有指甲油的哦，指甲油在下面没关系，所以其实三个世代了，已经进展到这样，对，所以我就要推翻，真的纸娃娃真的晚上真的不会起来，真的是妈妈为了要你省钱好吗？然后我们以前呢，像我们以前玩那个弹力球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一直弹。小胖那个小胖哥有说他们小时候有玩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现在已经进阶了，我女儿的年代，你看它会发亮。我们以前的弹力球这个乖乖球啦。然后我们以前会这样弹弹弹就可以。然后以前我们这种都我妈妈都会没收，因为我们这样丢有没有？然后都会丢破东西，然后所以现在都会有那个绳子有没有？金门电脑搞后面。对，就会然后很好玩，然后里面还会有还有亮亮对亮亮的水啊，然后什么的，很漂亮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小孩子，然后你看到这是今年最新的，我们不是会玩这个吗？有没有小时候弹簧？然后现在已经到最新更新到，你看它是会发亮。哦，因为它是过年龙年啊，然后金龙，然后又有元宵，有没有？元宵了哈，对，有点像灯笼了，对，然后就是。因为其实这一种这样弄在桌上，其实有时候很容易这样弄弄卡豆米，然后现在就防止小孩子卡豆，就直接这样子。我觉得，而且就什么都有，还可以让过那元宵可以用。然后我们小时候是这个哦，魔术方块，对，有没有？然后现在，现在小孩子就是电动的了，就可以这样子转。你看还有声音，现在变这么大，有声音，而且里面还有各个玩具，你可以调整。他会讲话，那就开始调整颜色。哦，现在变这么大，现在变这么大，然后很好玩哦。而且其实这个考测验小孩的智力，然后跟速度，那就是一样，跟这个一样，一样的概念。那个是他会给你指令，跟你讲说要干嘛，对，然后你就直接跟着这个走。这个对，而且这个其实小，我觉得对小孩真的很好。然后以前我们玩那个昂阿飘、昂阿森，对，昂阿飘，对，有没有？我的年代有玩到，这个是现在小孩子变成是那种跟宝可梦做联名，然后这是盲盒哦，打开里面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昂阿仙，昂阿仙。可是我妈妈说以前小时候叫露珠昂啊呢，露珠昂啊也是对，也是对，南部跟北部的讲法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在桌上，然后这样斗，然后我们小时候，我小时候非常皮。要不我问你，我先问你，刚刚那个香皂啊，台语你要怎讲？香皂，香皂，得空气，我不知道哎，香皂，上门，上门，北部叫上门，不是门啦，上门，上门，上门，对，中国讲得空了，对，得空，得空，上门啦，有人讲上门，有人讲得空啦，对，那学起来，然后这个我们小时候都会淘假波，我们会用那个，没有，因为这样斗，怎么斗，没有办法赢嘛，然后我们就会用打火机烧。然后边就翘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去斗，然后就赢人家的。压在上面。对，然后或者是用立可白，然后一直涂，一直涂，一直涂，涂很厚，然后就会赢了。哦。对，然后以前小时候的那种卡片啊，跟我们的年代，像我女儿他们就是这种宝可梦的机台卡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这个哦，这个是最花钱的，一次去哦。一次30块，不一定可以得到这一张，所以我们都是要很努力的贡献。小七店里面就有了，对，真的小七就有。对，他在讲跟高仁和真的世代有落差，有啦，高大跟我差多嘞。然后还有这种，我们小时候会收集卡片，对。游戏王卡，对，这什么卡？什么卡？这是宝可梦卡，便利商店都可以。宝可梦卡，你小时候怎么会有？不是啊，我女儿的年代，她现在只是拿了女儿在。我小时候是七龙珠，小时候七龙珠，七龙珠的，然后很多卡片，对，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，哦，对，还有溜溜球啦，溜溜球我很弱。
溜溜球，你看现在都做到这一种了，有些还会发光哦。然后他们还有出很奇怪的配备，我到现在不懂为什么要戴手套。哦，打那个游戏机的？不是啦，是溜溜球呢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现在就有很多。然后这是我打溜溜球要戴手套。对，我是溜溜球很弱，还有什么花式，现在还可以换绳子，就不一样。我就觉得现在跟我们以前的落差年代，就是东西真的都不一样。然后像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放那个过年嘛，我们会放鞭炮啊。是。可是现在因为有那个烟火管制嘛，就不行。然后我们就变这种荧光棒，给小孩子玩。然后就是可以让风车，然后让吹，因为现在那个摄影棚灯光太亮了，其实它是会发亮的。啊，这个都是玩的啊。你小时候吃什么？我小时候吃什么？我小时候是吃这个。哎，现在亮亮灯光就暗了，灯光暗了。有吗？有没有？其实疗愈有没有？有然后还可以让小朋友自己 DIY， 拿自己把管子做进去。会不会我们把灯光都弄暗，我们用讲的这样收视率比较好？看不到我们的脸。特别。然后小时候啊，小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多好，以前好怀念哦。牙膏。牙膏巧克力，然后还有。金币啊！其实现在很多老街的那个商店，李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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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币，七十强力胶啊，巧克力，是啦，然后还有金币巧克力，这个我女儿他们的年代也有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大猪公，大什么？大猪公啊，就是那个鱼片呐，就这个片，那个片一种哎。然后以前妈妈都不给我们吃多，那个绿花秋，绿花秋来，对对对了，是大猪公，一片一片多哎。你来抽的红色的，抽的是跟那倒瓜来做的，对不？豆皮应该是豆皮啊，鱼吗？是鱼吗？你可是豆类，那是豆类，豆类，后来改良，一般来说抽好抽了。对，那还有米蝶，我们是一小包一小包的，就变一小包改良。米蝶问了哈，对，然后小时候都很兴奋，然后会拿。以前我记得我那年代还是一块。两块五块这样子买，对，然后我们都会过年的时候就好期待哦，有红包钱可以去乱买这些东西。那猪耳朵，那就是没有得吃的时代。对，因为我妈妈都限制我们。猪耳朵好久没看到，现在有改良变超大猪耳朵了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香蕉饼，哈士条这个都好好吃哦，就现在都改良变成什么香草口味啊什么之类的。小时候没得吃，觉得很好吃，现在都不会觉得。对，这个卡利卡利，哎，怎么样？小飞机现在也还是有，现在我有。小朋友也是很爱吃，然后变数字饼干，有没有？我们各种味道，现在讲到大家都很开心。还有这个口哨糖那个吹，有没有？它现在也有，哎，有没有？然后看谁吹的比较大声，然后吃那个，然后戒指糖，还有口红的，口红糖，然后这种较新的，没有吗？这比较新的，我可能这跟我女儿的那个年代啊，还有可乐的那个橡皮糖，然后吃的时候一滴又一滴又一滴又，哦，然后还有这个绿豆糕，我比较喜欢抽牌子，对，抽牌子，小时候敢抽一次，不是抽牌子啦，抽牌子。我其实只拉绳子吧，不是拉绳子，是用牙签，它牙签串下去哦。你拿一根一拿出来之后，你五杠嘛，你买一支，啊那抽个哎红色的，你就搁上一支。啊红绿，对，以前是这样子，用牙签。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人上车，叮叮叮，啊是无酒精的了。是米蝶吧？啊米蝶是哔，哔呀，没酒精的是拖了车子。车没是空空叮叮叮的啦。我们到遐来啊，啊暗时啊有咧画尾巴上的啦，我生肺活量足好诶，在只画可能。巴掌，好食诶巴掌啊！未麻雀，有两只铁，咔，推着，迄个叫未麻雀。其实，那寒天差不多暗时啊，差不多十点诶时阵，啊有人咧会较画未麻掌。我觉得那个声音划破天空的时候，真的，你会感受到哦，这人艰苦人诶。在广外听骑脚踏车，画蚂蚱，蚂蚱，觉得想要出来下来跟他买两颗，啊，我帮他一下嘛。阮头隔壁就是卖蚂蚱阿伯，迄个即马伫百外岁啊，伊先用一个香炉吼，这么小的一个那个炉火，啊，然后蚂蚱伊用鼎吹好了，啊，跪在坑的顶悬，啊，拢手啊夹一只一只，啊，用一支夹刀绑在边啊，啊，哦，出去顶吼，啊，就。啊！一出去就搁另外一个嘎啦嘎，嗯，安尼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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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烤番薯的啊，烤地瓜的。那个是清光绪的时候吧？地公啊，做诶诶，地公啊，地公啊，做两个一对手啦，一对手啊，因为伊卡拉车吼有电费。啊，嘎啦嘎啦，还无电费了，所以能去对手。我觉得男生都好皮哦，都观察好细微啊。